好酥泡奶，吓我一跳。先吃这个吧。这种是里面有馅儿的，这种油炸面包。
麻辣金针菇。肉粽，咸蛋黄肉汤。这个咸蛋黄肉的肉没有多少，但它里面有一整颗咸蛋黄。这个是梅干菜肉汤，
个人推荐那个梅干菜肉和那个咸蛋黄的。